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蒋小白。现在咱们自驾游刚刚来到陕西的成化县，吃过晚饭了。我现在呢是要去找个住的地方，带着我的两只狗子啊。这个县城呢不是很大，我从咸阳那边上来以后啊，来到这个县城，我发现进到县城里面，两面吃东西的都很少。不过来到这个地方倒是找到好几家啊，这个旅社，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让我住啊。我在此之前我就去已经问过了旅社，但是他们四家旅社都不愿意让我带。我打算再厚着脸皮再去问一下，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啊。你们两个听话一点啊，听话一点。这边过去有几家旅社啊，这几家其实我都问过了，我再问一下吧。老板可不可以将就一晚上呢？啊？不行吗？好。他得跟我睡在房间。不行是吧？你吃了光了，你咋的？没事，那行，就算了。老板。啊？不行吧，我害怕了给你了，该说。啊，好吧好吧好吧。又是这不不咬呢。你说不咬。你看你害怕了。好吧好吧，谢谢。直接我问都还没问，嘴巴都没张开就拒绝我了。没关系，还有一家我去问一下。哎，老板能不能将就一晚上吧，我多交点押金可不可以啊？他不吵不叫的，一点都不吵不叫的啊。好吧，还是被拒绝了。然后我在网上看了一下，就是网上也没有几家酒店，所以我找个地方去露营吧，干脆算。我去，你们两个太暴力了。既然都不愿意让我带，那咱们就去找个地方搭帐篷吧。安妮，安妮，你愿不愿意去搭帐篷啊？我其实好累，因为这两天他们这边很热，麦子要收割了，然后整个气候环境都特别炎热闷热，然后我一天下来拍摄呀开车，其实整个人呢精疲力尽的，汗水已经把衣服都湿透了，我身上都有盐巴，就这样舔都能舔出盐巴来。这个县城不是很大，然后找地方的话可能也不大好找，有很多地方它有那种公厕，有停车位的，免费的停车位公厕的，你去了以后你发现都被当地人的车停满了，就根本没法在那儿过夜，而且很吵。就比如说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啊，它其实是一个公厕带有那种广场的区域，但是呢但是就是给你们看一下时间呢，快到九点钟了，我还没有找到住的地方。这里好像有一个广场，我们上去看一下。我感觉可以把车停在这里，因为他们都好像下班了，
下班了肯定就没有人管嘛，所以我就把车放在这个位置吧。请带好随身物品，锁定车门。这里是县政府。哇塞，这个地方太合适了，我要不把帐篷搭在这儿？哈哈，哎，我看一下，像这样的地方应该有公厕。我们如果说要找那种免费的露营地，一定要找到那种县政府啊，或者说公安局周边啊，或者说那些公共设施场所的地方，比如说像博物馆啊等等，体育馆啊，还有那些老年健身活动中心边上，它有很多那种就是免费的停车场，还有免费的公厕。回来快，海尼，不要到处乱跑，过来过来。虽然现在这里没有人啊，坐好，坐坐，不扭，坐下坐下。生活就是这样吧，没有什么是一帆风顺的，我觉得这种感觉也挺好，是吧？如果说一会儿有人来追我，我就扮可怜；他如果不让我在这儿搭帐篷，我就扮可怜。我就说，我带着两只狗狗，没有宾馆愿意接纳我，我只能睡外面。然后可能他就会同情我，就让我就不追我走了。你说是不是啊你？啊，就这玩意儿，我不知道找了多久，刚刚我眼花。我从下面走上来，大概100多米，100多200米的样子，然后走到这个地方，终于找到了，问了4-5个人，啊，舒服了，舒服完了以后，开始搭帐篷，睡觉了，我现在好疲倦呢。忙完以后，你们看我额头上的汗水，太热了，真的，我想赶紧睡了。哇，舒服多了。由于天气实在太热了，咱们就让这两个家伙睡外面。他们俩就睡外面吧，委屈一下了。因为帐篷里面实在是太热了。哦，你们看一下我现在脸上的汗水，我整个衣服都湿透了，你知道吗？太热了，如果把这两个家伙叫在这里面来睡的话，我估计一晚上狗和人都不要想睡觉，因为安妮但凡遇到一点点热，特别是金毛，它就一直喘大气儿，一直喘大气儿啊。哎，我现在躺在这里面，我都感觉空气好闷，在这里面。今天晚上是不会下雨的，我看了天气预报了，这边天气预报未来几天都是大晴天，而且温度都是白天都是30来度。太累了，很疲倦啊，这种感受你们不知道。你们两个就在外面哦，把家看好，知道没有？我靠，这波妞直接就躺下去了啊。睡吧，你睡吧，我就在边上呢，有什么问题你们就直接叫啊，好不好？不要叫，这里是县政府，你要是叫了，我估计我们俩就要被追出去。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，在旅途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就是状况，所以你的适应能力要强，就是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你都能够像我这样躺下去睡一觉，睡一觉起来第二天元气满满，又继续出发。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这样很苦逼，虽然确实有点苦逼，但是这个人嘛，
这一生重在体验。有些东西看似苦逼，但是你经历过后，你回到城里面的时候，你会特别想念那段日子哦。好吧，咱们也弄了睡觉了，现在可能已经十点多要到十一点了，我实在扛不住了，我就这样趴着，我就要睡意就直接来了。拜拜。